楼章句下。三，孟子告齐宣王曰：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。王曰：礼，为救君有福，何如斯可谓福矣？曰：践行，言听，高则下于民，有故而去，则君使人导之出疆，又先于其所往，去三年不返，然后收其田里，此之谓三有礼焉。如此，则谓之福矣。今也为臣，见则不行，言则不听，高则不下于民，有故而去，则君伯直之，又及之于其所往，去之日，遂收其田里，此之谓寇仇。寇仇，何福之有？